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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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忙起来，忙起来！就一定要实现。辛苦啦，可以可以下班了，下班了，天到了两包，我们昆山见。你好疯子，昆山见。大家昆山见，昆山见。朋友们，昆山见，昆山见，我们昆山见。Hello， 昆山见。衷心的祝福这个我们的女一号杨超越生日快乐！哎，哎，还是有梗的。这个是也是真的吗？这不要扔吧，这个不要扔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
这个是生日蛋糕，这个是我送给杨超越的生日礼物。因为有一天呀、超越同学说，有一天我在那儿，我从外地回来，我拍完戏，然后他就说你买什么了，我说我什么都没买呀。他说你给我准备生日礼物了吗，我说我准备了，就是这个，你要不要拆开看一下。好的，好，还挺重的。对，我帮你吧，我也很好奇啊，是你自己准备的。真的是我精心准备，你给大家看一下，我往前走，给大家看一下契诃夫戏剧全集。借这个剧团生日的时候，也借杨超越生日的时候，给他送上一个契诃夫的戏剧全集。希望你在未来的日子里，除了有戏剧作品可以滋养你，也有这些戏剧的大师们在未来的路上滋养你，好吗？